现在呢的时代，这个大地啦，一直呢做这样四大不调，一直在破坏中。人口越来越多，人的心意越来越重，所以呢，这种大自然呐、啊，还有人为啦、啊，天天我心里呢都是很担心。但是呢，每一回有担心呢、烦恼的时，会自我要自己说话，担心也没用啊。只有一个，要积极推动，推动人心净化。要净化人心，要先净化口，口业。因为呢，口业啦，贪吃，还有呢，这个会是非。盘弄是非，恶口，心一不调，那口出恶言，冲突了人心，这都是吼、造业呀、啊。我声音有个大声大声啊，好像不怎么和气。为什么你不听我的？我自己有点体内，我就是慢慢压制，慢慢压制，尽量少出口。我就时常来讲，煮一是收音的道场。哦，啊，咱这唔是工厂，咱就也是爱含人安尼结好缘。这几年啊，安尼做真拍拼啦，啊，伊嘛是有咧改进。我们呢，唯有如何去净化人心，让人人的生活习气改变，才有机会。如何呢？把话人人说好话，人人身体做好事，人人呢结好缘，把人呐、这一份的好缘呐、接引过来，好人看到欢喜啦，愿意接受啦，这呢总是对于大地人间呐、才有帮助。这就是有的时候啦，轻轻的一点因缘，就会造福人间；啊，也是轻轻的一点恶缘，也是危害人间。总是呢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要不断的把好人呐、汇合。大家人斗阵，彼此之间互相说法，你心中所得的法，你欢喜跟他分享，让他呢也分享到你心得的法，他很自然呐、他闻法欢喜，他也可以接受法。彼此呢，在互相分享，这样呢，让法好的法充满人间，这就是要净化人心。好的习惯常常在一起，总是呢会改变掉了不好的习惯，这就是。好人要相聚，这就是度人。所以度人呢，是要定那个牵条的，互相相惜，哦，大家人互相持续。我现在啦，一直都在很期盼的。瓷器人要再度呢，要再度精进起来，挺起胸来，就如当初你发心的那个时候。
看到人就要收瓷器，那有机会就想要渡他进来。每一个人啊，初接触瓷器的时候，应该呢都有这一股的热忱，才会呢真正的接受到受证。你不积极，那个时候不会接进来受证。所以我时常都说，修行如初，成佛有余。咱真正若要修行，就是爱初心，最初的那一念心。师父现在一直要跟大家呼吁，大家要记得你的初发心。过去你们也曾经发愿过，也曾经有灵松掉了，现在呢还要重新再起，要更精进。因为呢过去了，让我们走到今天，师父常常讲，时日已过，天天啊，时间都带走了我的一切，带走了我生命的时光，每一天啊，一天带走一天，叫做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不就是吗？总是我过去的所做的好事啦，也带过去了。那我现在过去都有顿啦，我现在呢开始凭着过去顿积来的缘，我要花的更密集的心念。因为凭着过去已经有累积的好缘，我要更认真收。哇，这杨阿宽、牛阿宽听到上人讲这句话，叫心宽念存，哎，哦，自己的名字要就是要提醒我宽，叫我要心宽念存。环保对我的意义就是大部分都有时间呐，啊，就已经做环保啊，就当把自己记下了，较袂讲退化。我拢鼓励遐老人，你若会晓行就做者，拢免行无聊啦。阁有人做，还阁袂失主啦。我真的很感恩，过去有做来蹲，蹲到下面呢。过去假如没有因缘，你们今天不会在这里。这就是蹲，你们过去做过了，这个缘呢？还是囤积囤积，无去互散去，无去互断去，这就是还有缘囤着囤积住了，所以不会松散掉，还是很密集。总是呢，用这样的方法跟大家说，期待我们呐、啊，真正的要。重视好因缘，总是呢，我们花心立愿呐，就是要身体力行。娑婆世界是永远我们修行的道场，所以咱来发心立愿，娑婆世界是佛陀的道场。咱佛陀这个道场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，也是我们的师父，所以我们呢总是发心立愿，《法华经》不就是呢？哎，发愿在娑婆世界，他方的世界来向释迦牟尼佛讲：啊，佛啊，你的法我要接受。但是佛陀呢？默然不回答，那就是要等到了真正的娑婆世界出现了，
所以呢，就是要法官要伫娑婆世界的人，这就是娑婆世界的菩萨。所以咱吼，伫佛陀的时代，咱就是伫迄个时阵铺起来法官的人啊。总而言之啦，发心立愿要身体力行哈，这只要有心，没有困难，人人要有信心，那五毛钱呢、啊，就可以呢，这种半世纪过去了，它就可以普及在国际间了。